Hello， 大家早安。现在是土耳其当地时间的早上7:30。没有错，你们现在看到的呢？天空上飘着雪，然后土耳其很特别，7:30了，早上太阳还没有起床。那我现在在吃的是这个土耳其当地的一个当地的美食小吃哦，这个是芝麻饼，非常非常的香。好，那土耳其要其实很特别啊，他们那个信奉的是伊斯兰教，可是呢他们没有像伊斯兰教的这个教义哦，或者是规矩定的这么严格，所以他们本地呢还是可以喝酒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很特别的是他们固定每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叫所谓的呼喊，这个呼喊叫做就提醒大家要对阿拉进行膜拜了，所以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根本不需要hotel 的 morning call， 因为呢我们听到这个膜拜的声音，大家全部都起床了，很特别。好，那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旅程，如果有任何特别的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地方，曼奇老师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